来，你坐这儿，别着急，这事儿我解决。哎，开锁公司吧，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单元102的住户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被锁在屋里了，你赶紧来看看吧。哈，着急，嗯，拜拜。你等一下，你给谁打了电话？另一个开锁公司。哎呀，你咋都这样弄了嘛？咋了？你说我是个修锁的，来了个修锁公司的，俺们一开一进来，锁了个开锁的。咋的？那咋不咋的？俺这行讲的是口碑，拼的是啥？收益，我还咋混了呀？不至于吧？咋不至于？小区门口我刚开了个修锁公司，以后别人知道了，谁还来修锁了呀？哎呀，那我倒没想那么多。那要不这样，我给你想个招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把这衣服脱下来，来来。咋了？你快，你往那一坐，就坐那儿。来，你拿报纸把自己脸挡上。我脱衣服干啥？你不让人看出来吗？来来来，你挡着，把脸挡上。我挡着，我挡着。嗯，然后一会儿人开锁的来，让他开完锁把钱给他，让他走就完了。修完锁，赶紧让他走。放心吧，这。哎呦我去！幸福小区102。妈呀，这家。哎，有人没？谁找开锁的？别吵吵，别吵吵，我被锁在屋里了，开吧。锁哪了？102。锁屋里了啊！妈呀，这不是个傻子吗？没事啊。哎呀！哎妈！停！停！别关上了，再关上我还得找一个。哎呦我天啊！这活也太简单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要钱。50，大姐。那叫不好意思要钱呢。啊，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再见。大姨啊，啥玩意儿？一会儿大姐，一会儿大姨的。啊，不是姐，那个我看你家楼道里面有一个开锁用的工具包啊。不该问的别问啊。刚才有个开锁的，鼓捣半天没开开，走了。你看走了。我告诉你，那对啊。啊。我们这个行，是凭手艺吃饭的，不是谁都能干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啊。那些个虚假广告，那些个假冒伪劣的人，乱七八糟的都不行。我跟你说啊。姐、咱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开锁的，那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个、这是我的名片，拿好，以后开锁就给我打电话，你知不知道？行，你别说，你快点吧，千万别相信。走走走走走，不站住！谁假冒伪劣了？这乱七八糟了？谁不凭手艺吃饭了？你俩给我堵到啥里堵的？你真讨厌！郭子鑫。耗子，郭子鑫，哎呀，你这个撞，耗子，高中同学多少年没见了？我真是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。你住这儿啊？我住这儿。妈，这位是谁呀、啊？这他你是谁啊？媳妇儿，我是他媳妇儿。哎呦我的天啊，这跟自己家一样吗？嫂子，哎呦我以为谁呢？你这怎么的？哎呦我的，哎呦我这给我累。哎，嫂子，他是不是没介绍过我啊？他谁呀？高中同学郭子鑫。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？咋的呀？我开锁的，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我瞧不起谁？我也不能瞧不起开锁嘞。你是中国大当家。少给我来那套，嫂子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小子，你说你咋嫩损嫩损嫩损呢？我咋了？咋的了？我跟你讲啊，嫂子，我结婚的时候，以他为首的我一大帮同学，那给我一顿折腾啊！人家结婚的时候啊，都是欢天喜地，我结婚的时候好像入地狱了一样。那晚。你说你就走呗，你咋那么欠呢啊？非得要闹洞房，闹洞房，闹什么洞房？大晚上拿个大锁给我和我媳妇儿，咔嚓一下锁一块儿了啊！还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，拿着钥匙就走了。嫂子，洞房花烛夜。这是多难得的时刻！哎呀，我跟我媳妇儿鼓出一晚上锁，二天一扫，
我硬给他弄开了。哎呀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改行了，我不贴小广告了，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。